上学刚毕业啊，来来来，我考考你，随便抽2张啊。他还行哈，飞呢？群客爱，那我没说呢，那怎么就抢答呢？那不算啊。哟，这俩你要记住啊！你看我说什么啊？这俩字儿，你要是能猜对了，我给你200；猜错了，你给我200啊！来，我问问你，这俩字儿哪字念？大，不是，我问你这俩字哪字念大？你给你家可以选一下，用你的右手选一下，用你的左手选一下。200块钱选对了，这给你200嘛。这俩字哪字念？哪字念大？右手选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是个不认识。